有着性感小野马之称的泫雅，九日上午亮相仁川机场，准备飞往香港参加粉丝见面会。身材性感的她今天全身包紧紧，挑选豹纹外套搭配宽版牛仔裤，帅气的穿搭也一样轻松驾驭。一头橘黄色的头发和烈焰红唇形成强烈对比，更凸显泫雅白皙的皮肤。